啊，绝对去是做跳出他！来的。苦力怕，上上上！要他的命，要他的命！哎、欸，小僵尸、欸，三千，小僵尸，小僵尸，他看不到吗？小的来了，上来，小的上来。小僵尸应该跳不上去，他两个高，他两个高。对啊，拜托了。两个高，谁都跳不上。应该看不到他。为什么苦力怕不来了？苦力怕那个还不在他的那个判断范围。啊，可惜，苦力怕炸一下就把他炸出来了。嗯，可惜。那如果下去捡的话，就可以了。快下去，快下去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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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走直走。哦，苦力怕苦，哦，苦工苦工。溜。啊，他没有填起来，他没填起来啊！可恶，流，这不是我要看的，这也不是我要看的。他应该直接上。什么时候死啊？哲敏剩两颗星，我的队友才不可能这么胆怯呢。怎么了？德平啊！怎么死了？就来有请 Michael 说话。哲平应该还蛮那个的吧，蛮。悠哉的，没悠哉，他刚刚还有四颗星哎，啊，他被兔子挥了一下，没有啊，应该不开到结束了，不然太久了。好啦，我这边观众拜拜。我都忘记了，哎呦，我忘记有脑袋可以捡了，有啊，什么你脑袋可以捡？就是玩家头颅啊。那我刚刚整个很懵，想说你到底是谁啊？有脑袋可以捡，脑袋在头上，死人的脑袋。我们连一颗石头都还没挖到，就是没关系，我挖到三颗木头，满足了。小姐姐有那个一个死人的那个设备。在骑车听台的汤包子早祝教主生日快乐，波浪服波浪服，还有恭喜当主播了，我怕919那天没有跟到台或教主没开台提早抖个。不会啦，我9月19日那天会开到很晚啊，你可以再抖一次啦。好啦，感谢汤包包骑车安全截图，然后再打开麦克风。嗯，啊，你们中秋吃几次烤肉啊？感觉应该连兔子都是啃在地里，要吃有啊？本来是有个白痴提议说要不要挖矿挖到杀手兔啦？那感觉也太恐怖了吧？对，那个白痴叫杰克，不行吧？那个比杜宇恐怖哎、欸！你说地洞里面有，就算你挖到一半跑出来，那太恐怖了吧？对啊，那个很强哎、欸！你说把杜宇换成杀手兔，那个对啊，很精彩呢、欸，吓死！欢迎，真变恐怖游戏了，这个大家都挖矿都要胆战心。嗯，除了黄队之外，剩下都残血。哎、欸，哎呦！既然哲平说他要打，对，是，我来看哲平视角好了。嗯，然后我们俩死太快了啦。对哦，到现在还没显示明条哦。我没死很快啊。对啊，要二十分钟，哦、才十五分钟。时间过得好慢啊。对啊。嗯。不是，现在才十五分钟而已。这么说，这两队是显示明条是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？二十。所以说就已经被别人屁股了。还是你们是同一队、啊？二十分钟。这么同一队的。对啊。哦，好混乱哦。怎么了？你在挂机？他刚刚在干嘛？好人生。他在打排位。他在看手机吧。啊！我看到我的排位已经3000多名了。他是在打什么的排位？他可能就是要开始假装说他是非自然死亡，技术性死亡。对。但我们观察者也看不出来他是不小心死掉的。卡猪。等一下，他就不小心假装挖了三个，然后跳下来。当机，哎哎，等一下，又在看手机了。
我的排位赛要赢的吗？他如果不动的话，是不是表示那个？对对对，他突然停一下，就是看一下手机。你看，有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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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观察手机，又开始玩，开始玩。他是打什么忘记了？忘记了，他刚有讲。不是平安京吧？极速领域更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边开车边玩这个？你在看，你在看，你在看。他如果是玩 DOTA 那一种类型的话，如果他不动的话，表示他火了；他如果动的话，表示他死。那也死太快了。我吃用技能吃一波冰啊！我现在吃完了的冰珠，对，好了，他大概每挖六个就得要停，要停，要停，要停。哪有六个秒打野？三，两。六，你看，老李，再久一点啊！三，停，哎、欸，还没有哎、欸，哦，这是啊，多一个，这坏人，啊，是在打猫战呢，啊，是猫战，那还好啊。猫战有排位啊？有吗？哎、欸，好是网页版吗？又停了。他的天啊，这个排位他在想，碳可不可以用铁镐挖？不要误会他。停。你声控哦。他这样感觉好像是那种 老式录影带播一播会停，对啊，突然停下来、欸、YT 突然在转圈圈，你要给他 login 一下，他拿出新的稿，然后还是再思考一下，到底该不该继续挖这样。他忘记那个，完了，好像真的有点久哎、欸，真的有点久、欸，可能放弃手上的滑鼠了。以后再整一下，哇哇哇！好停，哎、欸、没了，没有没有，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个挖完了啦，这个看挖完了，对，没了没了，瑶要死了，瑶，哎、欸、都忘记他了，都忘记他了，完蛋了，他刚刚是遇到怪了吧？泽平后面还一颗蛋呢、欸。泽平，你后面还有一个。泱泱都已经挖到十四层喽，泽平。泽平还在停顿停顿。停太久了呗。他继父模式。十分钟。太夸张了吧。那你到看我到处看哦，看名字。二十了。最近的是这些都不要注意，最近的咬了附近根本没的，对，要设定。大家都太安静。团团吃到兔子皮，我知道啊，他们砍了一堆兔子、欸，哎，起码有六斤兔子皮吧？啊。因为只有杀人兔，你不打他，他就打你。我记得那个，可是我忘记了。你要讲什么？我忘记我记得什么了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忘记了，你忘记什么？对，就我记得，可是我忘记了。对，你记得，你忘记什么？你又忘记了，可是我忘记了什么？你忘记了，你记得什么？还是你忘记了，你忘记什么？我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想先预下一次的 UHC， 我想问一下下一期 UHC 是几月几号？就第三个礼拜二啊。第三个吗？第二、第三個。第三个礼拜二，我看一下哦。可是，下次有五个礼拜二哎、欸。应该是二十二号啦。啊、应该是二十二号。二十二号是不是？对。应该是二十二。对，因为之前就是。月初的礼拜二好像都没有不算，哦，所以一二三，所以应该是二十二号。对，
反正如果你要排的话，你就说你十五号跟二十号，对吧？对。泽平，还是你择一个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二十二啦，没关系。好好。泽平被咬了一口。泽平剩三滴血啊！他的排位又忘了，他很开心。他在里面，等下歪歪，他在屏幕前偷笑。热心听，哎，这是第几届啊？四十五，太快结束我都不。45，45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他楼上有两只僵尸，可以假装成是一场意外。楼上的僵尸也太楼上，太楼上了啦。对他看到了，楼上也太多怪了吧？看到了两个青金石，他很有想法，然后停了一下，滑手机。先把自己补起来，然后滑手机。他已经在滑了。好，工作台放上去。也不是哦。不要在这里滑。然后把这里堵起来，然后就开始。就可以开始滑了。好的。他还想往上走。泽平想了两百种方法，可不可以行呢？有，很棒，很棒。泽平，泽平，结果上面那两只枪毙也在往上跑。没有没有，他们还在这，他们在。哦，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周平快逃啊！周平，洋洋很紧张，感觉洋洋很紧张。周平要战斗，素描打怪。哇！他说不行，一只没办法假装说是意外。又来又来一只又来一只又来一只。又有声音，哎呦，这次是三只哦。两只僵尸，一只苦力怕。泽平究竟能不能撑住呢？这个应该不会下来吧？已经走到底了，他要往另外一边走了。哦，泽平获得了铁矿。叮！他还有一堆香菇呢。没事没事，手游手游。泽平获得了一堆香菇跟三个铁矿。他搞不好打完了耶，刚在合成。他搞不好是先把它放着给他烧。他想要烧炭呢，想要烧那个铁矿。烧的时间，然后赶快下去打。然后想要偷滑。烧的时间滑个手机。我们。怎么可以把泽平想成这种人呢？他真的开始滑了。没有了，在喝东西，不要误会他。啊、没有，他现在看着熔炉里面还有多久，他在考虑要滑多久。那个沙兔，他们疯狂沙兔哎、欸，沙兔会那个月饼会回血吗？还是只有抗性？抗性，没有，不会回血、啊。哎、泽平注意到了吗？没有注意到，没有看到。那边的三个也没有。哎呀，蠢蠢遇到了，蠢蠢遇到了，蠢蠢遇到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哎，又停住了，又往上去了，又上去了。干嘛？时间还没到，时间还没到。先回去一下嘛。他们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，这么猛。在这边开小聚会了。他们在幽会。他怎么一直杀、啊？他杀好多只、哦。是有那么多兔子可以杀吗？捏足啦！看到兔子跑到水里面，我黄队的血也太多了吧？对啊，他们又没有，他们完全没有出来战斗或是干嘛？有啊，他们有两个一直拼命扫月兔哎、欸，团团跟哈基，他们没有遇到其他人啊，他们应该是拿着盾牌去打月兔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是一个人引月兔，另外一个人打。啊，对，煮掉了。怎么那么多兔子啊？这到底是放了几只兔子在地板？快没了啦，一堆了、欸。哎、欸，那有限制数量哦，兔子。可是泽平、啊，泽平的上面就有四只。有多少？有吗？这边现在有四只是吗？兔子啊，你从泽平那个地方、欸、上毛就四只兔，五只兔真的四只兔子。那附近很多兔子。那代表这附近没人哇，上面在下雨。哎、欸，这村庄其实很近哎，跟泽平那。来自谁的哭声？谁在哭？谁在哭？村庄。哎、欸、
死亡陷阱村庄，这边开始干了。干什么？该遇到四角兽山中敌人。哦，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。泽平，泽平，泽平举盾，哎，爆了吗？好啊，泽平，泽平，你快要可以打排位赛了。时间还没到。我对面有一个全副武装皮革装的。谁啊？谁啊？这里有一个皮革装长。对对，怎样？全身皮革装。有。不要再把那个脸装在前后面，很恐怖。你摇这个在超安全的地方，边界旁边。对啊，还是看起来看起来他这里什么都没。他要穿高腰裤。照他这种挖法，他应该很快就八百。哇！太定了，他一个人。窑附近的岩浆池下面有三座钻石哎、欸。窑附近的岩浆池的下面。